飞起来，趁现在，和超级飞侠发现无限精彩。乐迪最快飞机，小爱救援高手，哦，超级飞侠一起欢乐遨游，酷威时空能手，大力力量无穷，还有鹿探长随时出动。啤酒光向远方，和超级飞侠一起来挑战，别等待，跟我来，像超级飞侠一样勇敢，飞起来，去探索。成员大成，走啊，小爱！昨天的消防演习，你的表现太棒了！我可是一直在做消防特训呢。走啊，乐迪，小爱！今天的任务是去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，那里有一位叫哈兹的女孩，她需要帮助。一只调皮的袋熊宝宝在他的花园里到处挖洞，哈兹想要把他送回到森林里去。哇，他真的好可爱。小家伙可能是迷路了，我们把他送回家吧。乐迪，准备出发。超级空间站，太阳能电源启动。能启动升空发射，下一站新南威尔士。天哪，我的花园！啊，他一会儿不见，这里怎么多了这么多洞？原来还是你呀！哦，调皮的小家伙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怎么挖了这么多洞？你是不是迷路了？他的家应该是在森林里吧。你好呀，袋熊宝宝，你想妈妈了吗？别躲呀，我们送你回家好不好？看来他想玩捉迷藏。别跑，袋熊宝宝。怎么让他乖乖出来呢？不知道超级飞侠什么时候能过来。包裹快递光速到达。我是乐迪，每时每刻准时送达。我是小爱，我就是电能救援飞侠。Good day， 超级飞侠，我是哈兹。Good day， 我们听说你要送袋熊宝宝回森林，这个能帮到你。哇，是动物小推车，谢谢你们，超级飞侠。上车吧。你们看呐，他很喜欢这个车，车上面有能吸引动物的装置，我们快送他回去吧。爸爸，我可以一起去吗？求您了。当然，哈兹，但你一定要牢牢跟紧超级飞侠哦。我会的，爸爸，您放心吧。我们走吧。注意安全。哈兹，这么多动物，这里常常会有野生动物到镇上去吗？没有，这确实很奇怪。他们跟上来了，看来他们也被这辆小推车给吸引了。那一起拼车回森林吧，来吧，挤一挤。我们需要多点座位，这里已经坐不下了。看那边还有手推车，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，变成一列火车。好主意，哈兹，让我们来吧。不过我们要快点把车还回来哟。嘿耶！电能救援绳索发射，乐迪，电能加速。所有小动物请上车吧。哇，森林列车出发了。哇，
小动物们为什么会突然很害怕的样子？不好，那里在冒烟，难道是森林着火了？我们快去看看。哈兹，快上来，上来我这。待在这里不要动哦，我们很快回来。糟糕！森林真的着火了，看着到处都是火呢。难怪这么多动物会跑到镇上去，他们是想躲避火灾。我们要立刻联系消防员，请他们扑灭大火才行。看，那里还有很多动物没跑掉。火势越来越大，得赶紧救出那些动物，但一个个救肯定是来不及的呀。放火车上，这样就可以救更多动物了。你说的对，哈兹，乐迪也能加速。嘿，也能救援水枪，行动。嘿，嗨，嗨，别害怕，我来救你了。动物救援任务完成。现在我们要带大家赶快撤离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快走。不好，我的电量已经不多了。糟了，我的水枪也没水了。我们现在需要支援。超级空间站，紧急情况，我这里需要超级电能舱的支援。收到，马上发射超级电能舱。超级电能舱发射。火势蔓延的也太快了。超级电能舱呢？乐迪，目的地的烟雾实在太大了，超级电能舱无法定位你们的位置。乱窜的火苗看到我都得熄灭。灭火行动开始，电能消防水枪行动。哇，你怎么来了，哥哥？乐迪，这是我哥哥大成，他是一架消防飞机。来得太及时了，大成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呢？是哈兹报的警。没时间聊天了，我来开辟通道，你们负责保护动物到安全的地方。看，超级电能舱，太好了。是时候电能升级了。超级电能启动。保护他们，你们快点带他们撤离。收到。嘿，大家都坐稳了，电能强力手套急速启动。还记得消防特训吗？放心吧，哥哥，我可是最棒的救援飞侠。熄灭吧山火。我们逃离山火区了，大家安全了。话说的有点早了。糟糕，这里也有火。我们被围住了。那是戴熊宝宝的爸爸妈妈，那是他们的洞
学，我们可以到里面躲躲。真的吗？是的，我爸爸说过，森林里如果发生火灾，很多动物会躲到袋熊的洞穴里避难的。太好了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！坐稳，抓紧了，小心碰头。这里火势控制住了，我们再去其他地方。好的，大成哥哥。哇，前面到出口了。我们终于安全了，山火也被扑灭了。电能超级飞侠哈兹和袋熊一家拯救森林和动物们，任务成功。竟然发生了山火，幸好你记得袋熊的洞穴可以避难。是啊，谢谢你爸爸告诉我那么多动物的知识。你们也是超级飞侠，你们太厉害了。你太谦虚了，哈兹，你才是最棒的英雄。嗯，看来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嘿，再 见，一路平安。勇闯天下，超级飞侠。